小男孩清秀脸庞，鼻翼上方一个隆起的肉瘤是手术后的痕迹。马提欧一出生就罹患一种罕见疾病，原本可能早夭的小生命，在父母向慈济求助后，有了不一样的转折。历经两次手术，他也展现强韧生命力。没想到无常又降临到哥哥身上，因为动脉瘤破裂，鬼门关前走一回，幸好有志工陪伴。同样在菲律宾保和岛塔比拉兰市靠海贫穷地区，慈济照顾户42岁的尼尔被诊断出罹患罕见疾病鹿角状肾结石，他被迫失业，一家四口陷入困境，更别提手术了。人生有了第二次机会，如今他的太太在慈济保和共修处做兼差清洁人员，成为家中经济支柱，一家也有了希望。大爱新闻，格连达、米雪儿，菲律宾报道。